想重回热恋期，夫妻应该怎么做？心理师指出，夫妻要怎么做可以重回热恋期？我的答案是 B， 你已经知道的事情，你去聊他，你会产生期待吗？可是我可以回想当时的那个脸红心跳，可是就会比较成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对，怎么变成？那就开始吵架。你是真的在抗议？没有，我们在答题。你到底是记者还是法官呢？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